25号上午，王嘉尔在网上晒出了自己的健身照片，并配文：在美国现在别担心，有吃有健身有睡有专心工作，蛮好的，想你。照片中型男嘎嘎半裸上身出镜，腹肌胸肌人鱼线清晰可见，荷尔蒙爆棚，引来粉丝围观。有粉丝在线 P 图守护偶像，把肉肉藏起来。据悉嘎嘎一直热衷健身，身材好得让人羡慕，果然想拥有完美身材少不了努力锻炼呀。芒果捞新闻唠唠宣布，王嘉尔荣获身材管理满分男艺人代表称号，不当。